午的时候来的，他那边有个笨蛋是那个什么，看这么笨，再一碗，再一碗，再一碗，看看这个笨蛋，好笨啊！你以为我在拍照，我在录影啊，笨蛋。笨的家伙，笨！那刚才不是有一个？好，我们走上了这个小轨道。我刚刚在录影呢，大笨蛋耶！看看你这个大笨蛋，哎呦！你看，你看我们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挖深杯。快来录我，录我！好笨的你。跟着我们一起走，我们现在要走去灯塔，是吗？因为我也不确定灯塔到底是不是这一条，你刚完全有灯塔。有这没？小心那个很痛。OK。你看，你看前面的那个，我要横的，因为老师给我转成，我这横的。你自己拍，你拍，你拍。横的就是影片，要录。要录啊！你看，你看这个时机，你看看，走啊，走。走，边走拿过来，拿着，我要拍了。好，再给我，再你拿给我。你要拍什么呀？你要拍什么？哎，继续拍。